谈到维他命 A 酸哦，这个就要稍微浅浅一点，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很严肃。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在疯狂的口服 A 酸，其实在我们皮肤科医师群里头，大家也觉得很困扰，因为 A 酸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可是一堆病人都要求要吃。然后我们在 Dica 上面也常常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哦。那基本上 A 酸，我可以跟各位讲，我当皮肤科医师从训练开始到现在快30年，从我手上开出去的 A 酸应该不超过100颗。那你们觉得很离谱，就是这样的一个医师怎么会就 against A 酸？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好了。台湾脱离肝癌之岛大概差不多也就十几二十年的事情，就早期的肝癌是比较多的，然后慢慢现在变少。可是在 B 肝跟 C 肝盛行的那个时代，然后你在台湾推 A 酸，然后 A 酸对那个肝脏跟肾脏压力很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A 酸本身它的好处是它可以调节细胞的分化，然后它可以抑制皮脂腺的增生，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问题是说，它调节细胞分化这件事情，你就像想好，就是说，如果你的角质代谢很快，就好像你生好多小孩子，然后都没有去教它，那他们当然就堆在一起，堆在一起就塞住你的毛孔嘛，对不对？所以调节细胞分化就好好的教，让他们顺序排出去。所以 A 酸确实可以让你的角质分化变好，然后抑制皮脂腺增生这一段，我觉得有争议啦。我说有争议，就是它可以抑制皮脂腺增生，可是你真的不需要皮脂腺吗？你20岁的时候很恨你的皮脂腺，到你60岁的时候没有皮脂腺，你能去北海道吗？对吧？所以你在很早期把皮脂腺抑制下来到底对还是错，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争议的。但是 A 酸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现在有一些新的证据，是因为它可以调节细胞的分化，所以有一些新的 A 酸的证据证明说它对于癌症的治疗是有帮助的。所以对于网络上一大堆的网友在争着吃 A 酸这件事情，早期我是非常反对的，因为 A 酸这个东西其实在比较大的囊肿年轻人才需要，其实台湾没有多少人真的大的囊肿性息肉，也就是说我知道它可以抑制囊肿性息肉，可是你又不是囊肿性息肉，你吃它干什么呢？就是没事，就是肝脏跟肾脏坏掉而已啊。但是因为它也有抑制癌症的帮助了，所以我觉得 A 酸的部分我觉得还好了，就是你们要吃，只要医师愿意开，我就同意吧。讲到 A 酸，大家都忘了它其实是药物，你知道它是那个维他命 A 的衍生物，它其实是药物。然后你常常看到有一堆人说我要去吃口服 A 酸，然后或者我要擦 A 酸，擦 A 酸都算客气的，还要求要吃。其实 A 酸这个东西对肝脏跟肾脏确实是有压力的。那这十年来，因为我们 B 肝跟 C 肝的治疗比较好，所以肝脏有问题的人比较少了。就是早期有那种什么，从妈妈那边来的垂直感染那种，我觉得其实不适合吃 A 酸了。那你就知道 A 酸其实它主要的风险在于肝脏的压力跟肾脏压力，这是它的副作用。可是有一个副作用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 A 酸的控油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你想象的永久，就是你如果吃的剂量不到，它就是暂时。那暂时我反而觉得是好事，你知道吗？因为你20岁的时候很恨你的 A 那个油，可是到60岁的时候你真的需要那个油，所以剂量不到我反而觉得是好事。那剂量到了，它可能控油时间长一点，那也就算了。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下我的态度好了，就是早期我其实蛮反对口服 A 酸，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囊肿性青春痘真的没有那么多，就是说你基本上都是小鸡，然后你都拿牛刀，那牛刀当然可不可以砍小鸡，当然可以，可是砍完以后你很可能割伤的几率比较大，就是我们每天收到牛刀砍到自己的人那个几率大于你砍死小鸡的几率，所以我不是很赞成。不过现在随着他对癌症的治疗的这一段的证据，我就 OK 了。那就是只要我再重复一遍，只要医师愿意开，你愿意吃，那好好的把肝跟肾照顾好，就这样吧。要回答吃肉或酒糟的病人能不能吃 A 酸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要先回到 A 酸它确实可以控油，这是事实。然后 A 酸能不能抑制血管的发炎，这个有证据证明可以，有些证据证明不行。然后所以你问我说吃肉跟酒糟的人能不能吃 A 酸，我反而要问你说你一定要吃 A 酸吗？你知道就像我们之前跟各位提过，脂肉跟酒糟案子很可能就是一个角质太厚的闷锅效应。那讲到角质太厚，你当然可以吃 A 酸去调整角质，我完全理解。可是如果你好好的跑步，然后让它出油出汗，然后好好的擦一些比较安全的护理油之类的，你难道不可以把角质正常的乳化吗？就像你去游泳池泡8小时以后，你身上有那个垢有没有？那个就是角质啊，就说你一定要拿刮刀去刮它吗？所以脂肉跟那个酒糟跟敏感肌好，我们就这样说，能不能吃 A 酸？答案是可以吃的，可是我认为是不需要的。特别是当你没有那么重的那个囊肿性青春痘，你的出油量没有那么大，你要靠吃 A 酸吗？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把你的那个毛孔跟你的汗孔乳化掉就行了呢？